韩国烧烤，可以看到这个店铺，它非常的精致，对，它比江湖东要小很多。同样也是有服务生来帮忙烧烤，但是相比江湖东这里要安静太多了，就给到我们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饮食环境。相比之下，江湖东那个杂草的环境，我是真的没有胃口吃下去。一顿饭吃下来，说话嗓子都哑了。这个是我儿子特别喜欢的店，吃完饭非得要在这边来买一个奶茶，说显得自己年轻。腌过的五谷短肋44块，然后呢，牛五花43块，牛舌36块，然后呢，薄煎牛胸36块，然后呢，生牛肉沙拉30块。你也来签一个名。这一家号称洛杉矶最好吃的韩国烤肉店果然是名副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牛小排是最好的，鲜嫩多汁，入口即化的感觉还真的是出来了、可能他们的那个服务员烤制水平也不错，还有那个牛舌也非常棒，豆腐汤也很好，我们还剩下来一点点汤还不舍得丢掉，打包回来了呢。我们今天又来混吃骗喝，今天晚上吃的是上海菜，号称是上海菜的天花板呢、这次啊，跟大家分享了三家餐厅，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三家呢？是因为他们的特点都太明显了，都能给你带来非常不同的用餐体验。他们不是用来比较的，就是说你就不用去纠结哪一家比较好，只要有机会啊，都值得尝试。那说了那么多呢，其实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三家啊，正好是我们最近刚刚去了的。我们又不是职业吃货，哪会天天在外面胡吃海喝呢，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呗，不过值得推荐那是真的。好了，那么先来说说视频里面的第一家勾一 9.2， 就在我们家附近，经常我们懒得做饭啊，就会跟我去吃，味道属于跟江湖东差不多吧，就是长得很像鸟叔的韩国明星开的烤肉连锁店，食材选料比较好，味道呢属于中等偏上吧。那单凭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江湖东也是不错的，但是错就错在他们的生意实在太好了，又不接受定位，每次去啊都要排队半个小时以上，然后里面的人又吵又挤，用餐环境啊真的是很一般。哦对了，不知道为啥好像就在疫情的时候一夜之间他们就把江湖东的名字拿掉了，以前叫做这个，后来只留下这个了。
之前的招牌里面江虎东的照片全部都拿掉了，除了这些呢其他都没变，一样的菜式，一样的价钱，所以我们还是习惯叫它江虎东。那相比江虎东杂草的环境呢，这一家小店就幽静多了。同样也是有服务生帮我们烤，口味我感觉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啊，韩国烤肉食材几乎就决定了90%以上的口味，毕竟不需要像炒、溜、焖、炸、烹、煎、炖什么的对厨师的技术有特别高的要求，所以呢食材差不多档次，味道也就差不多了，价钱呢也就差不多了。不过同样是30到50的人均消费啊，这家小餐厅的用餐环境啊那就舒服多了，餐具也是比较精致，就是你从进入店坐下来到用餐到结账走人，让人感觉就是轻松惬意，心里美滋滋的。那第二家店呢也是韩国烤肉店 Agash Cotton 牛肠小姐，这个名字取得实在是相当的朴实，不过我们上次居然忘记点牛肠了但是他们的食材选料都是非常的棒，正如前面说的，韩国烤肉店食材呢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所以这家店的味道啊确实属于韩国烤肉店里面的一哥，尤其是牛小排啊，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这么说吧，就是在我吃过的所有韩国餐厅里面，这一家的小牛排是绝对第一的。说起用餐环境吧，那大概就是跟江虎东差不多，可能略微好一点点，大概是因为座位稍微宽敞一点点吧，但可能真的只有那么一点点。餐具也跟江虎东差不多，你猜怎么着？他们跟江虎东其实是同一个老板，就是他们在洛杉矶地区啊开了一共7家店，6家叫江虎东啊，现在应该叫北九、白丁、白镇，一家就叫这个牛肠小姐。但实测啊，确确实实是这一家的更好吃，而且很明显，虽然也是要排队，也是炒，但是就冲那个味道值得。这也难怪那么多的明星会去打卡。不过他们的蒸鸡蛋实在是拉垮。最后说的就是上海滩了，说他们是洛杉矶的上海菜天花板，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因为走进这家店就直接被这个装修风格给击中了，这种怀旧的小资情调特别有代入感。然后就是餐厅的所有服务人员都是上海人，一口上海话，对我们来说格外的亲切。他们也有其他的地方菜，但既然名字叫做上海滩嘛，肯定是以上海菜为主了。川菜也有，但是川菜还是算了，其他都还不错，尤其是那几个上海特色菜啊都非常的地道，例如熏鱼、醉蟹、醉鸡、鱼头豆腐汤非常的棒，重点推荐就是熏鱼跟鱼头豆腐汤了，甚至可以说比大部分的上海本地做的还要好。要知道一份地道的熏鱼啊，不是外酥里嫩这4个字能够概括的，它还有层层渐进的口感，你首先尝到的是吸附在表面汤汁的鲜甜和油炸后焦糖化的那个香味，然后一口咬下去那个酥脆感瞬间就激发了你的味蕾，最后尝到里面鲜嫩的鱼肉。那为了做到这一些啊，熏鱼需要经过腌制、油炸，最后是上汤汁。一般为了使汤汁上去之后依然能够保持表面的那个酥脆感，很多餐厅要么在腌制的时候加入更多的淀粉，那就会影响口感，要么呢就是在油炸的时候时间更长一点、更老一点，那就不够的鲜嫩。但是这家餐厅呢把握的是恰到好处，这就非常考验厨师对火候的那个掌握了。当然也有不讲究的做法，那就是预先做好当作是一道凉菜，不是说不可以，但是要知道正宗的高级的熏鱼一定是现做现吃。再就来说说鱼头豆腐汤，那个汤的浓啊，我们喝完半锅之后再加水煮开，味道还是照样的美味。有些餐厅为了使汤汁看起来更加好看，炖汤时会加入牛奶，这已经是公开的秘方了，其实呢这算是投机取巧，而且加多了必然是喧宾夺主，掩盖了鱼头本身的鲜美。那么最传统的做法呢，就是鱼头油煎完之后开水下锅直接沸腾，并且保持大火炖出乳白色，
这种实实在在的从鱼头中把蛋白质乳化出来的那种鲜美醇厚，不是牛奶能够代替的。啊，说了那么多，真的是太久没有吃到这么地道的上海菜了。可能对上海不熟悉的朋友不太有感哈，不过我相信同样对炒溜焖炸烹煎炖烩炝腌，反正就是同样属于活生生整出烹饪24技法的伟大民族啊，我们从小就被博大精深的美食教化下培养出来的吃货啊，对吃这件事情还是有高度共识的，对不对？尤其对我们来说，在上海都不容易吃到的地道传统菜，能在美国尝到，岂不美哉？我是 Tim， 经常分享一些在美国生活的有趣经历和经验，欢迎关注哦，拜拜。